在上个礼拜，一位听众打进电话来说，台长给他看图腾，说他头顶、脸上都是业障，像炸药包一样，说炸就炸。他以前呢，脸上红肿痒，头顶一年四季都有脓包。结果他念了820张小房子之后呢，他梦见台长穿着白大褂给他看病。他很 lucky， 最后呢，观世音菩萨给他抽黄水，早上起来一看，皮肤变白变好了，现在脓包全部都好了，请大家听一下这个录音，谢谢大家。师傅你好，你好。感恩观世音菩萨。师傅，你知道吗？我的脸，以前你跟我看过那个图腾的，说我脸上跟头顶上都是有孽障嘛，说对，是红肿痒。对，你说像个炸药包一样的，啊，说炸就炸，现在已经好了，师傅啊。啊，你看看，你看看。我那个念了820张小房子之后好了。哎呦，恭喜你啊！现在头顶上都是脓包，一年四季都有脓包的呀。哎呀，所以人现在家都被好人了，家师傅。骂呀，你这个人坏的头上流脓。哎呦，我以前真的很坏的，师傅，我脾气很坏的。所以还好你现在消业了呀，你不消业，头上继续流脓，你告诉。哎呦，师傅，你知道吗？我那个念小房子的时候，又师傅你经常来哦，是吧？你经常来加持我，我在这念念经睡着了，哎，扑通就睡着了。师傅，你来了呀，穿了白大褂衣服，就是医生啊，给你看病呀。给我修剪这个像一个球哦，黑黑的，对，你用剪刀对，嘎哒嘎哒嘎哒剪哦。哎呦，后来就是念完之后，1个星期之后嘛，就是观世音菩萨来了呀。我梦到观世音菩萨了，观世音菩萨很忙很忙的，在给那个重症病人看病，然后就是那个他们好像这个关节啊，两个关节黑黑的，把它换下来了，菩萨给他换下来了。我就站在旁边，菩萨跟我说。哦呦，你的那个妇科没问题，他说。啊，但是你要打一针，他说。后来那个菩萨呢，拿出一个很大的针筒，但是上面没有针的，就是我这个右手臂上面哦，出了很多很多的黄水哦。这就脓头呀。哎呦，真的！后来我早晨起来一看，哎呀，我的皮肤怎么因为那么白那么好了？好好努力啊，师傅！我一定好好修行，好好度人。做观世音菩萨的千手千眼，感恩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师傅。谢谢台长啊，要告诉大家，我们不但要知道自己的苦，我们更要度自己，我们也要想到我们周围的亲戚朋友，他们也很苦。现在想一想，哪位亲戚朋友家里没有事情？所以菩提心就要度人，度人自己先不能有烦恼。如果你自己很烦恼，你度不了别人。所以很多人去跟人家讲的时候，就说：“哎呀，你要学佛呀，你看看，哎呀，学佛多开心啊！”你想一想看，人家怎么会跟你学佛？就像很多人去推销产品，说呀，你要瘦啊，要减肥啊，你看吃了这个一定会减肥的，他自己胖的那个样，谁会相信啊？台长，讲一个笑话给大家听听啊，很好玩的。说有一个人呐，我讲笑话都有目的的，讲完了再把道理讲给大家听。说有一个人，他们呢，两个人呢，他们到银行里去汇款，他们的车呢，就临时呢，怕找车位，就停在门口，停在路边。他为了怕交警啊来罚款，就把朋友呢留下来看车，他自己呢进去呢，想快一点去汇款。他就跟那个在车上等的那个朋友说，如果有交警过来，你马上过来，快点告诉我一声。那个朋友说好。结果呢，进了银行没几分钟，果然交警来了。那个朋友风风火火的砰推进门，闯到银行里面，大声吼道：大哥，警察来了，快走啊。结果银行大厅瞬间鸦雀无声，然后所有的人都往银行大门往外逃。这时候他被5、6个保安按倒在地板上，冤枉的。
这个故事说明，我们人做任何事情，不要让别人造成误会，我们要讲清楚。学佛人渡人一定要给人家讲清楚，因为现在在澳大利亚，在很多地方有很多的人都在渡人，很多人不知道什么好什么不好，一律的说哎呀我不要听啊，我不要听啊，你们这个佛法我们搞不清楚的啊。就像有一个人啊，我过去曾经讲过一个故事，这个人是养鸡的，他这个农场里养鸡的，人家去渡他了，西方教人家去渡他了啊，那些西方教渡他的时候，他跟人家说你不要来渡我，我不相信，我曾经上过你们当啊啊，你们这些人都是假的啊，你们这种信宗教都是假的，我不相信。结果呢，那个渡他的那个牧师啊，他就说了一句话的，好好好，我不渡你，我要买你个鸡可以吧？好啊，买鸡可以啊，你挑一个吧。好，他挑了一个马上要死快的瘟鸡，他就说我买这个鸡。结果这个农场主就说，哎，这么多好的昂首挺胸的鸡你不买，你为什么就买这个快要死的鸡呀？啊，你告诉我呀。结果这个牧师就告诉他说，我们这么好的宗教，信宗教的人，这么好的人你不看，你偶然看见一个不好的人，你就说我们整个的宗教不好，那我要把你这只鸡放在我家门口，告诉所有的人说我在你这里买的这个鸡。所以人不能以偏概全呐、啊，就像夫妻吵架一样，你骂老婆的时候，你把老婆所有好的地方全部抹杀了，你讲老公不好的时候，把你老公辛辛苦苦对你这么好，老公没有功劳还有苦劳，没有苦劳他还有疲劳啊，那对不对啊？为什么要看到人家缺点，不能看到人家优点？所以要让人离苦得乐，你必须要用心去帮助别人，真心去帮助别人，去让别人摆脱无常，那就是正法，让别人能够想通想明白，那你就是智慧。